快来薅这个不锈钢托盘的羊毛，姐妹们，厂家开年新链接，为了冲销量啊，15.8不是给咱们发一个，是给咱们发2个，而且每一个都是带盖子的。这个小托盘它是一体成型，然后电解抛光的，不会有边边角角。你看它这个里边，像咱平时清洗的时候就是特别方便，而且它是一个316不锈钢的材质，质量特别好。这个小托盘它真的是老实用了，姐妹们，像咱们平时烤点蛋糕、烤点面包都可以用，而且你放冰箱冷冻里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。咱们平时有剩的东西就给它放到这小盘里，这么一盖，它密封性也特别好，而且都不串味儿。以前买一个不带盖的都要你9.9了，今天一个带盖的只要7.多啊！平时咱们放点东西什么的，这个小盒真的老实用了，不是那种小的，它是20×25厘米的。到了之后你就知道了，这个真的很大。这个要是咱们到了之后，一定是家里边利用率最高的那个小盘盆，我觉得，因为它真的够大够深，就是你无论你做点什么，洗点菜呀，烤点东西呀，盛个烤鱼呀，拌个小凉菜啊，炸完的小炸货往里一搁呀，吃不了的小零食是不是往这里一放，是不是贼拉的规整？就这小盒，只要是你不恶意的破坏它，我觉得你用个10几20年都一点问题都没有，质量真的老好了啊！这小方盘我觉得来的太及时了，马上要过年了，就是用到这种盘盘碗碗的地方真的特别多。最主要的是它这个空间是真的够大，无论是你做点什么备菜呀，干点什么呀，真的是嘎嘎的实用。爆浆流心果汁软糖，这一包是1斤，咱们倒出来看看有多少。哎呦呦呦，哇哇，好多好多好多！咱这个一共是5个口味给咱们混合发的，里边都是这种的。它每一个里边都带有这种夹心，一捏的话它就爆浆啊。葡萄的，这个吃起来很好吃，跟 QQ 糖的口感很像。再来一个，看它爆不爆浆。嗯，每一个都会爆浆。来一个草莓的，这个真的老好吃了哦！你别说小孩了，我都爱吃。哇，口感特别好，吃起来 QQ 的。最主要是它不齁甜，这点太好了。一个一个看着超级可爱，嗯，在嘴里爆浆的感觉真棒呀。